我是王新田，诚挚邀请您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立新的弱势妇幼。您的捐款可以让妇幼们享受丰富的年菜，孩子们拿到红包感受年节的气氛，更可以帮助立新的家暴支持服务，陪伴受暴妇幼脱离困境，迎接独立自主的新生活。立新基金会和我邀请您一起来当受暴妇幼生命中的贵人，让他们可以带着你的祝福和爱，在满怀期盼中迎接崭新的来年。想了解更多捐款资讯，请拨捐款专线或上立新官网。谢谢您的支持。